老师去年说我这两年就是感情运动不好，叫我就是且战且走，走马看花就好，对，就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。那你是结婚为前几天交往？没有，八字没写的事。所以结婚你要问你旁边这两个。现在先不用。结婚？那因为结婚就是一个冲动。主要是我个性也比较像男生，所以就比较小男孩，所以跟可能跟大家的关系就是都是像朋友一样，所以现在也好像也还没有特别。但老师去年说我这两年就是感情运动不好，叫我就是且战且走，走马看花就好，对，骑驴找马，像马，怎么越讲越歪？对，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。啊，如果你有拍到我就认吗？没拍到。那个约会对象是谁？是什么身份的？正常人，我不交圈内的。对，我的原则是做我。就做哪一种？做什么工作？做不在台湾的，所以看不到。你有什么印象深刻、比较特别的工作、约会对象？你说我现在的吗？还是对，现在相处的对象。他做什么？怎么认识的？朋友，过年认识的，今年过年。所以是结婚为前提的交往。没有啊，八字没写是。所以结婚你要问你旁边这两个。对啊，我们要谈好了。有经验，婚姻导师。现在先不要。没有啊，我觉得缘分，因为你说什么，我从小我就是恋爱脑，就从小就知道以结婚前提，都没有结果。那我现在就是要跟命运逆风而行。我就是不以结婚为前提，叫我看能不能结婚。你说你遇不想遇会遇到？对，因为结婚就是一个冲动。我都是才的，所以我说你们不要再问了，没有结果。现在人家好像都开不出来一点的事情，对。看那个，看站后面，站后面。很紧张，比较紧张嘛。对，反正我也不是走女神路线，应该也没关系吧。那两个是有一起过像前几天的情人节跟上个月的情人节吗？没有，他都不在台湾。那他有做，比如说送东西给你？送东西的都是朋友，真的是好朋友。然后他们是为了要送我身边的，比如说好要送彩蝶，然后顺便送我一束。